大家介绍一份工作。工作地点是在群马县，招正社员1到3名，然后是负责露营地、高尔夫球场等的运营，月给是16万到24万之间，要日语要求日常会话即可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我们公司参加说明会，我们公司是135的上午11点，24、6日的下午1点，每天都会有40个会社以上的说明会，然后呢，当天会有5到8个的公司来进行面试，面试结果当天就可以下发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的公司地址、电话，欢迎咨询，谢谢。